都很有整体感。开这，开，哦，这个光线应该是彩绘玻璃照下来。对，很特别的，因为现在恰好是夕阳照下来的时候，这是入口。上面是广红琴，然后彩绘玻璃，两边是广红琴。哦，现在还开着，太好了。那这个光线从这个窗子进来，所以刚才有彩色的墙壁，就是这个阴影，这边照进来，这墙壁现在是彩色的。很难得看到这么，这是14世纪建的教堂，这是到了十字形交叉这个地方的右边，这里彩绘玻璃，左边。现在走进主祭坛，主祭坛顶上有耶稣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下面虽然是比较暗，可是这个很古老啊。再就是祭坛，好对焦啊！我没想到他这个时候还开着，这里的彩绘玻璃都很漂亮。这里照到入口，彩绘玻璃，再照一次，发现这个教堂的木顶还是木头的，哦，这个就很古老，这边正面也是木头顶的，真好听。木造的房子，现在车子可以进来了，所以就显得比较乱。都整个居高临下一直下去的样子。我应该照书本说的方向来走比较好，也就是从这条街，这里是应该是比较中心，那边再右转过去。然后顺着到他这里去，从中刚刚是从那边走过去，现在走相反方向。这一带都是木造，木造的房子，很古老。这都是木头，还保留原来的，没有。也没有把它特别装饰。下面是商店，这是 Dinan，D-I-N-A-N， 念着 Non，Dinan 是一个中古的古城。从这里开始上一个广场，这下面是餐厅。巷子都是窄窄的，在下面过去又是算另外一个广场。
对对对，我刚刚就从这里对面这边走过来，从这里走过来，然后找到旅馆的另外一个广场。这里虽然没有木造房子，但是也蛮多哦。这个现在走的这个是木造房子。现在我从这里右转过去，也到河边去。这个一直下去的，哇！等一下，有的爬嘞，非常深。右边有餐厅，哇！这里餐厅生意蛮好的。塔在那边，刚才那个塔蛮不错的。哎，这个房子下面就开始很低很低了。